好，我们今天都沾了天师的老千的前人的大德。那我们哈，讲台语也是哦，也是讲国语，弄会通吼。哦，好，我看都是老菩萨比较多啊。啊，那么老菩萨一般我对老菩萨都会讲台语啊。啊，这个题目哈，这个题目天道的殊胜跟这个印证，是咧讲什么呢？是咧第就是咧讲道的这个宝贵。第二就是咧讲啥，天命命书到底在这个三座大开普渡中间啊，有偌济显化，偌济珍贵的这个啥啊，密法传予咱这个修行的人。所以这题目就是咧讲这個。那么咱首先来了解，就是讲吼，无老母哈开恩，都无啊多啥有多好求啊，这咱拢知影。啊，所以说我们从这样，我们就可以知道，无天命，你嘛无法度修道，无法度求道，无法度办道，最后无法度啥成道。那么过来呢，无明书一字，那么无法度跳脱四生六道的啥苦海。所以咱上重要，咱人上珍贵的啥，咱前人讲一句话，咱不修习菩萨讲一句话，讲咱一生那无经过明书个咱一字。你搁安那修，都未修成正果。所以讲吼，明书一字是足重要的啊。那么上重要就是啥？咱有头前三四项，无后壁这第五项嘛无可能，因为咱无老真人真人来台湾开荒，咱都无这个道好求，咱都无法度修道，咱都无法度哈有这个啥道好办。所以讲起来，就是咱来感恩啊。所以修道办道的人拢讲两字，爱啥？爱感恩。上天若无大开宏恩，咱无可能啊。所以讲吼，咱古早人才讲一句话：有缘拄到啥，佛出世；无缘拄到啥，佛涅槃。涅槃就是啥？已经修矣啊！啊，无咧传道啊！啊，所以讲吼，大家爱安那，爱好好珍惜着啥？咱的这个身躯，咱人来到这个世间，这个肉体。这个肉身干了啥？最后一届哦，这先讲袂甲咱骗的哦，啊，先讲袂甲咱骗的啊，所以讲白羊的地主，咱拢是白羊的地主，因为咱拢有求过道，才会当入去这个佛门来修道，所以这讲起来是啥？是很深很深的一个啥啊缘分。那么我们能够得真传，那么爱啥？爱时时刻刻啊，爱感恩，爱。渐渐精进啊，所以讲吼，甚至呢，咱来诚心去修办，这拢是足重要的吼、哦。所以讲咱啊，修道上端哦，咱为起头开始慢慢来甲大家做一个解说。大道能够降世，当然呢，就是要帮什么？帮众生脱离苦海。所以说吼、哦，咱传道师拢定了一句话了哈、啊：老天降道是为了什么？老天降道是为了要度我们的灵性哦。咱这个肉体是谁给咱的？肉体是爸爸妈妈给咱的。肉体跟灵性有关的，有一体无？那无一体，你无法度讲话。所以肉体是肉体，这是啥？这是咱用的尔。这个机器是少人用。甲你讲，咱厝的，咱去买一只车，这只车人做好啊，请问无这个主人入去，你这只车会叮当无？绝对袂叮当的。同款，咱这个爸爸妈妈给咱这个肉体。这个肉体是有限的哦，一百年、两百年会害去无？会害去。但是这个主人永远会害无？永远未害，这就是灵性。所以咱讲起来，咱借这个假肉体来修做真呢，借假修真就是这样意思啊。所以讲哈、啊，大多普传都是啥应时应运。较早咱会当了解讲啥三轴大开普渡，三轴大开普渡啊。普渡几届？普渡三拜哦，啊，上天普渡三拜。那么这个普渡三拜中间，啊，咱来了解，第一届无普团哦，第二届嘛无普团哦，第三届则大开普渡。所以讲，咱会当知影，青阳时期、红阳时期都没有大开普渡，只有白阳时期。啊，咱青阳时期，咱等下会甲恁讲个足详细。青阳期在这中间，啊。是帝王之家才会当得到帝王之家，你讲有几个有？我都有帝王之家，尧舜禹迄种是啥？尧舜禹都是帝王之家，甲
第二期昂扬期的时阵都无同哦。昂扬期的啥？君臣辅助帝王来啥？来治理国家。所以这个时阵，刘阿斗已经放较宽了。甲即马第三期无同啊。上天讲，大家拢爱登去天顶，因为大家拢会天顶来。即句话甲恁讲，恁嘛无爱相信啊。所以你讲想讲最近人来咧嫁人呢，啊，迄已经转去的点啊师来嫁人，讲，甲因太太安尼讲，讲咱两个拢是啥，拢是讲好要来人间斗啥，斗修道、斗办道、斗度人诶，啊，所以我先转去真歹势，伊甲因某讲我真歹势，无等你真歹势。哎，叫做成龙大，哎，这个成龙大仙天仙呐、啊，成龙天仙的，俺跟太太讲啊，所以讲咱也当了解哈。三足大开，普渡上吊啥？救咱的啥？救咱的灵性，救我们人的灵性哦。灵性看得到吗？看不到啊，看不到啊。所以说，我们从这个当中，我们就可以知道，哎，有一本册在写讲啥？写讲一个和一个禅师跟一个哈沙弥。在佛堂里面坐禅，啊，沙弥就问老师讲，什么叫做佛？什么叫做佛啊？啊，结果哈、啊，迄师拢无讲，啊，师就问讲，我用什么物件跟你讲话？我请问在座讲，我用什么跟你讲话？眼睛会讲话吗？耳朵会讲话吗？当然不可以啊，不能啊。嘴巴能讲话，伊讲老师啊，你用嘴巴跟我一张跟我讲话啊？哎、欸，老师怎样啊？乱说，嘴巴怎么能够讲话？死人也有一张嘴啊，为什么他不会讲话？哎呦，对哦，西洋嘛有一支嘴对不对？啊，请问伊会讲话无？所以伊就讲徒儿啊，你再想一下，老师用什么跟你讲话？老师有，我有一个心叫我的嘴跟你讲话，哎、欸。师父说好吧，你既然知道你有一个心叫你的嘴跟我讲话，你把你的心拿出来我看看。哎，到底多趣味呢？老师啊，哈，你实在不要糊涂呢，你糊涂了呢。心拿出来就死了、啊，心是无形无相的，是啊。那你怎么知道你有一个心叫你的嘴跟我讲话？再想看看，徒儿，再想看看，那哪里搁咧想伊在啥呢？对吼、哦，对吼、哦，老师说的也有理哦。伊怎安尼？你安尼安尼？结果因老师怎用手哦？伊咧尿床摸，伊怎个为手甲拍落？哦，老师有了！我有一个感觉，叫我的心命令我的口跟你讲话。因老师讲：哎呦，你更糊涂！啊，无你死人都厉害，你甲拍坏有感觉无？哎，对哦，没有感觉哦。啊，所以说我们就可以知道，老师才跟他讲。你的感觉就是这里呀、啊，怎么个吐给你呢？你说兄弟啊，原来是这里呀、啊。请问，让你感觉是啥？即马让你感觉是啥啊？我问你啦，叫你到我印的是啥啊？惨啊，你嘛找无啊？安尼你这个壳是假的呢？啊，啥物是真的？真的物件伊有基础咱人的整个身躯。因为他给你有感觉里面，因为身体里面就有一个什么，就有一个假人。这个不清楚了。身体里面就有一个假人，这个假内底有啥？有六眼，六根呐、啊，六根、六识、六尘，有这六种，有这十八种。六根、六色、六尘，来，有没有眼？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啊，会鼻芳，会当听，会当吃的，对不对？这个都是什么？这个就是一个感觉。所以身体里面的感觉，那一个感觉就是你的什么？那个就是你的真人。真人拿走了，什么都没有了。所以《心经》讲的就是讲这个啊。所以《心经》才讲：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化香味触啊，无眼界乃至于无识界，无明亦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所以《心经》是咧破相啊。讲《心经》，你也要念《心经》，但是你都唔知讲《心经》是什么意思。所以人的
肉体常有六根、六识、六尘，那个就是我们的所谓的一个真人，一个真人。但是真正的人，他会带动我们，带动我们，会引导我们。所以，咱唔好定来去哈，去看那些，我们定来去看那些。所以说，我们呢、啊，上天救了我们是灵性哦，啊，救我们的灵性回去哦。啊，上天打开普渡哈，有上去天先嘛，一直到等下讲啊，真详细了哦。然后再来就是、啊、我们一般的啊，善人信你，再来一般就是下面的地狱人。所以这样叫做大开普渡，所以这样叫做大开普渡。好。那各位应该有听过这一首歌了，这一首歌听过没有？这个是今年度一个歌星他是修弘扬的啊，修道的中间啊，无形中间啊，去看到这首，哇，伊都感动的流泪，他是主动哦，主动自己要来唱这一首歌哦，啊，录了三次，录袂好势，安怎讲？他一边哭一边喊，很感动啊！一边哭一边唱，到最后第三次才唱成功了啊！所以说啊，你看他第一句话叫什么？看透世间繁华一切，人生犹如怎么样？真正人生犹如一张梦啊！所以生老病死啊，不是病的，那是自然的呢。所以你莫定来讲啊，咱人奈安尼，这袂顺势，你要了解，这袂顺势，唔是即马才有诶，是你。种过去，甲做即马才有诶啊！所以讲吼，伊讲试问你自己有没有觉醒啊？人生百代光阴，刹那间就流逝了，所以人生很难得啊！所以名师也很难遇啊！但是今天都已经遇到了，所以说哈、啊，珍惜今天，今世修，今世成，千载难逢大有机会哦！所以你看野平迄股啊，咱。道场下个最后诶，也许当你轮回再来的时候，名师已经涅槃了，良师不在啊，良缘消失不在了，行遍三天大千世界，到尾啊呐，你过来个这个世间，无一定人会度化你，无一定人会指引你，无一定人会度你，无一定人会爱护你。来，唱一唱这首歌好不好？哎，这首歌你要慢慢去感受它哈、啊，感受它的存在。会唱的哈，那个黄姐，哎，对，我们的哎、欸，小仙女跑去哪里？世间万象随顺无情岁月更迭永不休，跟着唱哈，看繁华落尽后。人生犹如一场梦，试问是否能觉醒有领悟，不再幻想万象长存，以为人生百年不就依然重新诞生，人生难得今一得，明世难遇今一逢，珍惜今世修，今世成，千载难逢到时机，也许当没有会再来明世涅槃，良缘消失不在，便是三千大千世界今生我们能求到是我们的幸福，所以我们要好好的修，好好的办。世态照例在劫贫穿，水火风生变成空，纷纷扰扰争夺付出的代价，
在所拥有的全身，可能是最后一个了。快找寻根本无痛人生，独就在今生，真难得经一等，迷失良语经一风，人人可发菩萨愿，人人机会都平等。若知千年后的爱他，何不是究竟此生？此生不想今生度，等待何时度此生？是蓝雨尽一风，珍惜今世笑，今世真，千载蓝风到世纪，也许当你会在你心旁，两眼消失不在，遍寻三千大千世界，在东华里寂觅旧洞里爱护你。徒儿，现在所拥有的色身，可能是最后一个了。仙女会跟你骗吗？绝对不骗。仙女袂骗人啊，咱这个色身啊，是最后一界。所以因为咱来到人世间已经啥六万年啊，不断的轮回啊，所以咱拢认假啊啦，感觉讲这个假就是真的，无认这个主人。所以咱今日得了道了，咱来认主人无？咱来认家己的主人，好好修啊。所以讲吼，爱珍惜啊。所以讲咱什么叫做道？简单讲，道就是咱的佛性，道就是咱的自性佛，道就是咱的本心，咱的本性。所以讲吼。道是啥？清清气气的啊！咱的本性是清清气气的。我请问你啊，囡仔是顺的啊？咱是牛铃一百趴无头的啊！啊，是啊，那囡仔渐渐大汉了，囡仔会变，啉社会水，啉学校的水，啉朋友的水，夹袂了无同啊！请问囡仔是生出来伊会怕人无？会骂人无？会做歹代志无？袂啊！所以，这拢是跟咱啥息息有相关，跟咱的教育有关系哦，有；跟咱的家庭有关系哦，有；跟咱本身的社会有关系哦，有。所以这个都不可以后悔的。所以世间的人呢，会写诗的人才讲一句话：世界是一个大染缸，那就是泥巴同款，安尼浸落，浸落白就白，浸落黑就变黑，安尼可怕无啦？所以人的灵性是这样哦，人的灵性你只要一接触道场，这个灵性就是很干净的，不会骗的，啊，不会变。为什么？你看看，一般的家长都讲一句：学钢琴的孩子不会变坏，读书的孩子不会变坏。哎，这真的哦。所以人台湾人我们在讲一句诶，龙高龙，凤高凤，过来啊啦，对啊，所以。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就是意思讲，你较好的做伙就变好，较歹变做伙就安那，就变歹啊。所以你今天接近道场，你会变坏吗？道场会教你做坏事吗？不可能啊！啊，所以说哈，道就是告诉什么？道就是我们这一指点哦。所以让咱了解什么叫做道，道就是咱这点叫做道哦。啊，所以说哈，孔子才讲的啊。生死这条路，都是咱生死的路啊！所以伊才讲啊，你今日会当得到道，到百年后啊，有一天回去，你拢知影这个路要安怎行，你拢知影这个路要安怎行。所以伊才伫课本内底讲一句话啦：“朝闻道，夕死可矣。”那什么叫做道？简单讲，安尼言来就知影讲哦，道就是一条路，
咱爱啥？咱有一条光明的路。咱世间人拢讲一句话啊：天堂有路你唔去，地狱干哪？对啊，地狱都无你的份，你干哪地要去？对不对？所以这就是咱所讲的光明的路。所以道上当然就是啥？救咱的灵性，它就是救赎的路，一条救我们灵性的路啊。所以道就是我们这样啊，简单的讲啊，那。道可以用语言讲吗？不可以。道可以用文字讲吗？也不可以。所以你看孔子跟杜鲁、啊、孔子哦，遇到老子两个拢一个偶遇无言、啊、老子遇到释迦牟尼哦，哦无话可说，讲的都拢无讲，拢干那坐咧安尼尔。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因为道他没有办法用讲的，就刚才想讲啥？这个稻啊是安那会当生甲这么水？无阳光，无空气，无干净的水，无土质，会当发起来？无可能啊，无可能啊！所以简单的讲，它是没有办法用语言，没有办法用文字可以形容的。所以说哈，老子才讲的，我无法度用一个名称啊，所以干脆用啥？用几多多。道啊，这是道德经内底讲所讲的啊，所以讲吼、哦，圣人为什么要告诉我们宇宙的这个力量？因为他没有办法形容的，所以说我们从这样我们就可以知道道它是什么样，它是神圣的，它是什么很尊贵的啊，所以说我们每一个人没有办法了解的，所以你看南海古哦，我咧讲拢是先人讲的话哦，我真少讲我家己话哦，因为咱看先人的书。父母话太多了，所以说南海国怎么说？天降道是一大事一年哦。然后皇母看着众生，不忍众生沉迷苦海，安尼咱人来个说，敢那想讲，咱为台北来个要去个高雄，来个台中，哦，台中那遮水，啊，你落为台中落车，就怎啊无去高雄啊？啊嘛无个转去台北啊，迷失了，这个叫做迷失了。所以说老母看到这样，所以说我们人来到这个世间为了什么？为了利，为了名，为了财，为了色。所以说什么？到最后生灵涂炭，啊，轮回不止六万年。这古佛讲的，敢会骗人？好、哦，所以说哈、啊，古佛在讲讲三期末劫，即马是三期的上尾一届哦，上尾一届中间啥？你会当悟了这个道，佫会当啥？有人带你去修道，阁会当伫迄个中间，你现南海古则讲，一直成道九贤七毒都能够超生啊！你求了道了，你的九贤七毒就咧等你，等你啥？等你修行，等你会当啥？救伊啥？会灵性脱出苦海无？来，我简单跟各位讲，我们道场有一个哈，有两位姑姑啊，一个叫红姑，一个叫谢姑。哦，你们都认识啊？哦，这里、个、那个像，什么顺？嘉宏的隔壁那个叫什么名字？哦，哎，凤英啊，凤英都很熟了啊。凤英对这两个姑姑就很熟了。我们的谢老啊，伊有一个啥？伊有一个，伊自出世都冇看过啊。哎，有一天啊。三彩哦，你开山的时阵呐，啊，三彩拢灵拢会动，会拢会动的，动的中间啥，来到了哈，游天堂游地府，啊，去到地府时阵，伊讲你要叫我姑姑呢，讲啊，我唔捌你，是安尼叫你姑姑，啊，你是二灵人，我也是二灵人，你认识谢清香吗？伊讲认识啊，他也是三彩啊，伊嘛是三彩，伊讲对啊，我在这里等他60年了。我是地府等你60年啊，等要怎？等要叫伊啥？超拔他！哇啊！伊唔知影呢，结果伊就三台等伊了，伊就讲：你有一个吼妹妹啊，等你要啥？要超拔你？伊讲真个假的？啊！伊就等伊问伊啥？问伊啦，问伊妈妈，妈妈妈妈，我们有没有一个哈？这个小，这个大。大姐啊，伊讲有啊，啊你问伊要创啥咧？足久的代志，
啊，伊都吼三月出门啊，就转去啊，出门啊，咱知啦吼，出门啊就转去啊。啊，伊讲吼，你敢那甲我讲有无啦？伊讲有啦，啊，结果伊就哈超把他，超把他之后呢，那个三彩又去游天堂游地府，老师带他游天堂游地府的时候，伊就讲，来，我有一封信，你转交给我们啊姑姑啊，伊就转交给他。哦，结果吼，伊就讲啊，谢谢你啊，超把他。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这真诶，这真实的故事不是假哦，啊，所以说我们就可以知道啊，三朝大开普渡人鬼仙啊，所以说我们呢，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所以南海古佛在印证我们这三点：天道挥时不降，天道挥人不传，啊，天道是乃是行天人合一。为什么叫做天道挥时不降？因为没有时机，没有道，不会降这个道；时机没有道，也不会普传大开普渡。所以这个叫做挥时不降啊！啊，什么叫挥人不传啊？大开普渡要遇到有缘的种子，有善德的人啊。所以咱常来讲啊，有缘遇到佛出世，无缘遇到佛涅槃。啊，还有一句话哦，讲安那，信的人，有缘的人就能够什么？有相信的人就能够进入这个道，没有相信的人啊，你也不可能遇到这个道。人都跟你有嘴讲啊，无啦，哎，我唔信啦，我唔信啦。来，我讲一个真，现在最近的哦，那卖公爷名啦，因为你上网查应该是有了啊。那个是点人师，点人师的先生，点人师的先生，他是信基督教的。啊，伊就甲因，因为因真祖先算熟悉啊，啊，就去美国啊，拍拼就对啦。啊，因先生就讲，你信你的道，我受我的啥基督教，啊，咱互相卖啥，卖相管啦，啊嘛卖相影响啦。伊讲，好啦，啊，你既然先生就既然来讲啊，啊，就伊行伊的路，伊行伊的路，那会知影？疫情之后，两个人回去了，因为走了也不知道啊。疫情在家里，人家不知道啊。啊，那后来人家闻到那个尸味之后，才去看他啊。结果来结缘的时候，他就讲了这一段了。他的先生下地狱，他上天堂。啊，来啊，你道是不是真的？从这里就可以印证出来。道是不是真的？从这里就可以印证出来。所以名师一词，在那个中间，现在是三足大开普渡。你刚才遇到佛出世，佛刚才来到降在这个世间，降这个道，你没去得这个道啊，太可惜了。无缘啊，无缘啊，遇到佛涅槃。所以老师说的，当你在来到人世间的时候，没有人指点你，没有人爱护你，没有人度化你，没有人救度你。哎，你看，先我讲的，你看不会骗人的。所以，我们今天能够了解到啊，大开普渡，因为这个大开普是天人合一的事哦，它是天人合一的事哦。上天重整天盘大开啊，所以说哈、啊，上天一定有它的规矩，跟它法则啊。来，所以说啊，天人合一在这个当中啊，最主要是什么？是天不能讲话，地也不能讲话，唯有人代表天，所以代表天来办这个事情，所以借的人借的事来做这个事，所以这个叫天人合一。啊，那你了解吗？天人合一就这样而已啊。所以道不能讲啊，道没得讲啊，所以说啊，神嘛没得讲啊，所以讲只有啥，只有咱人代替天来咧讲话尔。啊，所以说这个就是最重要的。所以说我们呢，除了这样之外，我们修行的人啊，得了这个道啊，好好的啊，这个种福田积阴德啊，可以救我们的父母超生，救我们的父母超生啊。所以南海古佛讲了啊，道是普传，乃是奉天承运的哦。所以讲上天啊，降了啥，降这个道哈、啊。所以说、啊天龙八部拢爱听命啊，所以在这中间哈、啊，咱等下有一个显化的，就是讲为什么上天降这个道，所有的神都要听命于这个道啊，来走这个道。
这就是啥？这就是咱讲的上天大开普渡，万仙听令，所以才有一个啥？咱才有一个号召令，老母号召所有的仙佛要大帮助到啊！这是千金满看啊！啊，所以说哈，我们今天能够得到，是因为领了上帝的命啊，上名师领了上帝的命，传给我们这个什么真传啊，所以说天命真传啊，所以佳起良辰啊啊，现在是最末后喽啊，是啊，一定要好好的修哦啊，来啊，再来呢，第六项就是教化善门啊，善人得善果，所以咱上上吊就是啊。教化修行人，种善因可以得善报啊！不但可以直指人心，见性成佛，还可以在这个当中受记啊，指点受记。所以说传这个经典啊，不能够传这个心印大法。所以这一种叫做什么修因，非是修果。这是南海古佛跟我们讲了，你去读经典，你去教门修道，只是什么啊？你去教门修道，只是修什么？非是修善果，是修因哦，是修因哦。因要先改变，比如讲，这个苹果无好食，请问苹果无好食，要改变苹果好食，要来改变？为的啥？品种的根斩掉，搁接，对不对？哎，咱若有做田的人拢知影。啊，所以讲吼，咱了解看，咱即马来到这个世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改良的品种呢。老师咧改良我们种土耳的品种呢，因为咱人有劣根性无，劣根性太多了啦，啊，跋筊啦，啥足济啦，啉酒啦，啥足济啦，慢慢的给我们改变。所以为什么说进入道场不会变坏，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说那是修善因。非是修、啊、善果啊，非是修我们的果位哦。你要修果位要怎么样？修果位要修到半道啊，你才能够有得到这个果啊。所以说那是不一样的哦。来，这个可能恁有个人唔知影，这个来，这个叫做苏塔，哎、啊，伊底下伊引导哈有做善，啊卖这个地，卖这地中间啥？咱拢知影，伊卖200万的泰铢，200万的泰铢哦。结果哈、啊，警察就讲，这当地的警察讲，哦，啊，你怎么变好野人呢？来，一半分我。请问做你的祖产，恁老爸辛苦留落来，啊，你无代无志，要一半分人，你肯无？唔肯啊？伊讲，啊，这是我祖产留落来啊，啊，结果啥？泰国警察呢？拿一包毒品哦，把落在他的落地啊，马上怎样？来，你落地是啥？我落地没啥，他说，来，你手摸下，哇，结果啥？一包毒品，全给他塞进去。哎，这真正故事呢，所以为什么说打出来给各位看，这个原文呢、啊？原文打出来给各位看呢？啊，就是说他抓了，开始了，判死刑，啊，结果判死刑中间，哇，哎。因小弟也知影，讲啊，阮哥哥实在是风冤枉的啦。啊，伊就去问啥，问迄会灵通的，问迄啥有修行的。伊讲啊，阮哥哥明仔就爱判死刑啦。啊，要安怎啦？要安怎解救？伊讲，即马解救嘛，受慢啦。唯一有啥？善佛，你也求善佛。所以伊就去求啥？伊讲，你唔免烦恼啦。明仔有一个啥，牙开心的。有一个观音佛祖会去甲救啦，结果哦，你敢知影？因泰国的死刑犯是穿红色，穿红色哦。你看伊脚链拢一只，啊，这真正的人呢。啊，结果咱拢知影，要枪击有一个专门牙枪咧拍的有无？执行枪击犯的，结果伊徛里啊哦，哎、啊、嘿，那个刽子手有什么？有阴阳眼，一怪啊，这衫是红色的，那会变白色的啦？压三界，放落去，压三界，佫变白色，压三界，佫变白色。哇！伊都感觉讲啊，这有问题啊。伊就去啊，典狱长讲，典狱长啊，这个人他不是坏人，一定是被人陷害。结果典狱长开始调查你啦，才知讲哦，他是被栽赃的，
被栽赃的，所以这个警察到尾啊嘛判刑，啊，伊怎有，伊怎被释放？所以这是关于家家内底真人真实真事。所以你今天修道有没有好处？谁是我们的靠山？佛是咱的靠山啦，仙佛是咱的靠山啦，老师是咱的靠山啦，观音菩萨是咱的靠山啦。像后学有时候身体有病，我家里有佛堂，哎呀，仙佛啊，你妈那卡慈悲的，那好啊，那吼给搬几行啊，那安尼卖较早就等于，因较早等于吼，反正咱功课无够啊。功告无够，所以我就甲先生讲，反正咱功告无够哦，啊，等于吼嘛歹看，因为点么事拢会来结缘啊，啊嘛歹看啦。哎，这真嘞，这不是假嘞，哎，讲是没有结缘的，只有点人事才有结缘嘞。啊，你做卖公司，你点事来结缘，哎呦，啊，这个杨点事我就办，啊，那你做仙桃园的这班长啊，对不？啊，就惨死啊！哎，风雨唔知咋笑出来。啊，对不对？讲哎呦，啊，这经理哦，经理是做个召集小组，啊，搁啥？搁开过来搞个国卡，结果啥？先讨厌的班长啊，这一定做了不好。对，你一定打一个问号嘛，对不对？这一定做了不好，叫我们来笑啊。嗯，我认识的这个伯伯不是这样的啦，对不对？所以说哈，所以我们说真的，我们修道办道，谁是我们的靠山？仙佛是我们的靠山。真的，有什么事情，你只要在仙佛面前许下心愿，绝对可以怎么样呢？绝对可以安全无事。你要不要再听一个故事？来，我讲，我弟弟们都好了。我弟弟们有一个啥？我弟弟们有一个足性格的，足性格你就知影，就是讲讲很铁齿啦，很加铁气的啦。啊，伊哦，人我弟弟是种韭菜。韭菜花吼，咱才有二林人无？有二林人无？哦哦，对不对？咱二林拢种起嘛，结果伊唔是，伊甲种芋啊，你知影？啊，种芋啊，拢种卡啦，种都袂水啊！啊，袂水中间啊，伊就去问因啊，因一个阿伯，阿伯阿伯，啊，你吼真够种这个物件，啊，你到底是安怎种啊？种甲才水啊？伊讲来来来啊，我一个病予你啦，伊怎哈？咱拢知影，我们有在看电视广告。现在电视广告蛮牛，就是不是广告很厉害？蛮牛的前面是什么？是康贝特哦。阿伯出蛮牛以前是康贝特哦。阿伊怎用康贝特的罐啊？入去罐啥？原汁哦。伊讲，我咧讲哦，这原汁哦。啊，你等下爱稀释，要淘的时候，要压的时候爱稀释哦，100%哦，100%哦。爱就摕这个康贝特哩啊。整好啊，你啊，迄纸条拢无立条，啊，摕转吼阿妈啦，都甲囥伫桌顶，囥伫桌顶哦，啊，忝就去困啊，你知影？去困啊先，因太太讲，转来时咧像，哇，这康贝特那无冰啦，啊，就甲摕入去冰箱内底冰，你知道？结果摕入去内底冰箱冰的时阵，伊半暝啊嘴干，开冰箱出来，哇！一个是罐康贝特，吼、哦，伊就安那，拍开，咕噜咕噜，哎呦，唔对咧，推落，惨啊！阿姨讲安那，伫涂骹叫讲，哎，巴勒颂咧，巴勒颂，你知影有厉害无？哎，巧伊呢，迄个顺的呢，无头的呢，结果伊安那哀叫哀白叫，时阵太咧叫，赶紧叫车，哀嘴拢烂呀，嘴拢烂呀，啊，未讲话，啊，干那倒厉害呢。灵性出窍，灵性出窍又得到灵性出窍了啦！南海各位也经过，哎呦，你安那乌白走，你等下吼，你想要哪转去呢？较紧，较紧，较紧，紧转去，紧转去！啊，怎啊啦？甲一转去了啊，伊倒嘞，倒嘞，迄个啥医院的时阵，南海古用那个哈，用的什么？用甘露水，甲滴两滴，哇！第三天医生来看，讲哇，你来好遮紧啊！那好遮紧啊，嘴也大去啊，啊，内底吼嘛无红啊啦，无迄种烧烫伤烧嘛，真烧嘛，啊，怎啊流流也使啉水啊水啊？哦，爱着吼，伊着心中就一直很感恩，啊，袂当讲诶，心中一直很感恩。哎呀，古佛救了我。经过一个礼拜之后，古佛又来了，古佛又来了，
你要赶快回家啊，好好修道啊，啊，人魔哥在踢去啊，结果吼、哦，伊真正骨头又在踢了三踢，给他出院了。来，你们会上网的，只要打台湾喝巴乐颂，巴乐颂没有死的第一个就是他。你上网去查那个资料，你可以以后可以讲这个道的尊贵，啊，上网去查，方毅，你可以你现在就打啊。台湾呢？你们讲，你们 怕台湾喝巴乐颂，第一位没有死的是谁？也瞄得出来，啊。所以我们今天得得到好不好？真正啦，咱的靠山是仙佛啦。因为仙佛是人一点光哦，所以我们这一点叫做光哦。这点的光是永远啥？永远佛祖给咱记的是人力的光，不是人力的人哦。所以以后仙佛来救我们，是认我们这个光哦，不是认我们这个人哦。这样各位了解没有？所以修行好不好？太好了啦！只是我们不知道说哦，为什么要修行啦？啊，所以说我们今天呢、啊、要感谢，所以老天传这个心法，所以师尊师母传这个经典，传这个三宝心法，所以我们最主要要好好修了，好好修啊！来，所以中国人才有这么一句话啊，古佛在讲“读破千经万典，不如名师一指点”。所以咱今日会当得到哈，是连祖先都沾光，连祖先都可以超生了啊！再来。啊，老天降道是让我们救我们的哈、啊，这个救我们脱离苦海的一个宝华。所以今嘛上天是派啥？派弥勒祖师来。啊，咱今嘛为青阳期开始甲各位介绍来，为青阳期开始甲各位介绍来。请问在座各位，天道的殊胜在哪里？尊贵在哪里？啊，稀有在哪里？殊胜在哪里？所以伊内底有三项，伊内底有三项。尊贵在哪里？稀有在哪里？殊胜在哪里？就这样，道统真传，天命真传，心法真传。你得了这三个心法，永远不会坠入六道轮回啊！所以往后开龙华大会的时候呢，啊，我们在这个当中啊，受到上天的洪恩啊，师尊师母的加持啊，以后就可以回去啊见母娘。所以说哈、啊，天命真传啊。这个里面讲得很清楚啊，你看，不易出世名师啊，你枉修这个大道啊，所以说这个我们要了解心法真传，就历代，等一下我们就讲了什么叫做心法真传。来啊，中国道统一本书就是讲道统真传。来，那为什么开始来介绍啊？五千年来的上重要，五千年来的讲这啊，所以我们今天经过名师一指点，开启我们的通天的智慧。开启我们通天智慧的窍门，露出金刚不坏身。所以咱迄天老师给咱点到的时候，你的金刚身就显现出来了。显现出来的时候，所以请坛才要叫做什么？叫做末后一早啊！所以叫做一贯真传。啊，你看传道师请坛说：“蝶故人啊，末后一早席位，名人在厨树一弯，已无四德还乡道。”所以来，这讲到足清楚的啊！所以你不是点的书，你不要背这句啊！啊，因为我们点的书的点到此里面就有这一句话啊！所以啥一阴逆阳叫做道啊！啊，所以道就是我们这一指点，就他都有讲啊！哦，所以只有名师才能够传给我们这个道来啊！所以说道能够怎么样啊？度化九六啊九六众生，上度七天仙，中度善男信女，下度幽冥鬼魂啊！来。咱为开青阳期开始讲，来第一期啊，第一期是非死不降，非人不传哦，所以至尊至贵是一般的哦，所以为佛气皇帝开始，佛气皇帝仰观于天，俯坐于地，始作八卦，一直到孟子，叫做前东方十八代，这当然叫做道家应文，所以叫啥？叫道家、儒家、释家啊，咱。佛讲佛家讲的哈三教啊，所以燃灯古佛掌天满偌济年？1500年，从魏伏羲到金王传九历啊，传尊珍珠九历哦啊，九历嘛咋降九劫降高劫啊，龙汉水劫啊，阿灵王考道，然后上天降下这个四个字来啊，四个字以前得到也是点这里哦，千年时期嘛是点这裡。
回向拢是安尼，无量福寿。和尚都是无量寿单掌，所以所有的庙里面是什么？为什么叫菱角？请问这个庙是不是安尼？来，你看我画。咱庙是不是有翘起的？所以迄叫做菱角天盘啊，叫做菱角天盘啊。所以来，我们再看我们的弘扬旗，弘扬旗一样哦，也是单传独授，一位只传一位哦。哦，所以弘扬旗在那时候呢，啊，倒印在哪里？倒印在南方，以红色为主。所以出家人你也看啊，不卖讲出家人啦，包括啥，这个结婚嘛拢穿红色的，出家嘛拢穿红色的。所以释迦牟尼有掌天盘，掌天盘，儒释道教啊，在这个当中分了才分了儒释道，是为释迦牟尼有开始哦。所以释正文皇掌道盘哦，所以这种讲得很清楚啊。然后降下几节，十八节，到尾开什么大会？蟠桃大会，又称为茶补天盘，就敢那像火告菩萨同款。第一届你有升到，但是无遗落去，甲第二届佮补一届啊。所以咱台湾有一个故事叫做啥？新公把考到会修啥红莲寺啊？会修红莲寺啊？这个故事卖讲了，因为这个故事足长的。会修红莲寺啊，那侬怎样啊？传下几个字？传下六个字，来啊！出家人得哪六个字？出家人得想起完啦，合掌念啥？南无阿弥陀佛。阿妈点你家哦。啊，释迦佛的时候才有普渡，释迦佛两千多年已经无啊。所以咱即马你搁念阿弥陀佛有效无？有啦，有效啦，唔是无效，但是啥？无法度啥脱胎换骨啦，无法度伫这个中间哈救你的灵性啦，啊，所以讲这咱来家己爱了解啊，所以释迦牟尼哦，才讲啥，才伫莲花宴上最后一次哦，伊要传将这个刀传哦，伊的地主的时候，伊才讲，无有眼障正法，涅槃妙身啊，实相实妙啊，不立文字教外没有传的，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我们的道，所以讲得很清楚啊，来。来，我们看第三期，咱即马第几期诶？来，所有诶庙，你看头前，所有诶庙拢是啥物？啥物人坐中？所有的庙，不管红阳诶庙、白阳诶庙，中上中央拢是释迦牟尼佛，拢是啦，拢是弥勒佛。啊，红阳诶庙上中拢啥？拢是释迦牟尼佛。所以啊，是。这个就是告诉我们，弥勒祖师掌天盘一万零八百年，济公活佛、月月菩萨掌道盘。所以咱即马是拜仙佛为师，唔是拜人为师呢。你要记好，传道士嘛讲得足清楚的。我们是拜济公老师为师，拜月月菩萨为师，不是拜点燃师为师，不是。点燃师是替老师办这一件事情，他叫做天命的点燃师。所以咱家己要了解啊。所以讲哈。一切都以白色为主，儒家应运，所以要度几亿？九十六亿，降几劫？降八十一劫，叫做罡风扫世劫，罡风扫世劫、哦、所以啥？水灾、火灾哈，什么灾拢有、啊、所以说啊，你甲看，青阳十级降九劫，红阳十级降十八劫，白阳十级降八十一劫。啊，你甲看，所有的出家人佛祖拢几念？对啊，啊，这样加起来你就知影，你就知影，这绝对袂骗人诶。这个老早老早就已经验证了，哇，道在现在已经大开普渡了。啊，你若搁唔知道要求道，哎，无多啊，唔知道。所以迄条歌唔知讲啥，此生不向今生度，更待何此怎么样度此生呢？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要了解，好好的了解。所以你看看啊，九。十八、八十一、一百零八啊，每一个数都是代表一个劫。所以咱出家人拢啥，阿弥陀佛吐一粒，阿弥陀佛吐一粒，迄就是代表一个劫啊，代表一个劫。啊，你啊看青阳降十八，安阳二十八代，白阳到即嘛啊六十四代，所以一个末。所以老天会不会再降到？无啊啦，无啊。所以老师唔只甲你讲，这是最后的一次摄身。
这是最后一次我们来到人世间，要赶快一世修怎么样？一世成，今世修，今世成。哎，我们这样来走，老师我们这样来讲，所以我们今天就可以了解到，济公老师就看到我们了啊，修道是自己的事哦，哦，这两毛钱听得到哦，你愿意修，你会超生了死；你不愿意修，以后六道轮回没有人强迫你。哦，安尼看看有严重无？讲到足白啊，办道也是自己的事哦。你愿意付出，你愿意度化众生，以后九品人乃就有一句：你不愿意付出，福报用完了，还是一无所有。啊，你看看安尼讲这句看有白无啦？啊，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要了解啊，南海古佛就告诉我们啊。上天给每一个人的机会都是一样，你今天能得到，你今天能够修道，你今天能够办到啊，你是一个明理的人，要把握机会啊，分秒必争。事业太忙，课业太忙，很多很忙，当你生命面临最后一刻的事，什么都又派不上用场。你看郭伟干嘛给人骗？郭伟讲拢想白话，很白的白话啊，所以我们修行要了解，来，咱就要开始讲。多为殊胜，多为尊贵，多为稀有在哪里？来，名师一指的稀有。来，咱你若有去尼泊尔，尼泊尔的 mark 就是一个 mark， 不管是庙，不管是帽子，都是有这一个。啊，这点是啥？这点叫做真理眼。老师在尼泼尔法会行泼出泼，这一点叫真理眼，真理眼。就是名师给你这一指点啊，要了解到如何从这里去修啊。所以啊，有得道的人跟无得道的人差别大。来，我们看《易经》里的父母亲，来，这个是他的妈妈啊，妈妈有求道，所以你看玄关那里一个洞。这个是他的爸爸，没有求道，玄关有没有洞？所以你冇轻看讲啊，点么说呢？给你蒙，轻轻的给你蒙着。那不是点人师在点哦，那是济公活佛借的点人师的手点开你的玄关了。所以越点人师一个扣金的时候，啊，给因爸爸有得到甲无得到，提出来做证明啊。安尼得到好不好？哦，我唔知啦，你家己去讲啦哈。所以讲，我们就可以知道得到就真的很好。所以老师在黄母性子时代才讲。无缝金锁无缝塔，无缝钥匙开开它。名师一点啊，恩莫大，无价珍宝放光华。这意思就是讲咱的灵性，灵性啦，愈修，到尾后边有一个圆箍啊，佛祖后边有一个圆箍啊，无，迄个圆箍就是佛光啦。啊，咱是安那无法度看到佛祖，因咱这趴火足细啊，佛祖的火较大哦，你目睭睇袂清嘛，目睭睇袂清嘛。所以你无法度看到，所以咱安尼就是叫人讲啥，爱勤加修行，要勤加修行啊。所以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盏灯哦，每一个人都有哈这一盏心灯哦，这一盏心灯遇到灾难的时候，佛是认你的这一盏灯，不是认你的人哦。先有救的，咱老师讲，以后先有来到人世间救人的时候，佛光大的先救。佛光小的慢慢来，啊，没有光的不救，没了，我做别样的了。但是佛就讲出了这个真实的道理，啊，所以说我们就从这个我们就可以了解到，啊，来，你看看啊，这个人的眼睛是人灵魂之窗，你看耶稣传道也是点在那里哦，啊，来，泰国和尚100岁游天堂，然后呢，啊，238岁。老师就跟他讲了，明仔有一有人哈，去到你的庙，你也较紧哈，扫扫的啊，准备迎接。结果伊讲，我乃一个穿西装的，结果呢，来我们看下一张，你看，这个讲师我们都知道，这个神典是他已经做仙了，成数大仙啊啊，这个是我们的邱董事长啊，去到这个泰国和尚243岁高僧合影。哇，243岁哦，回去了，现在已经回去了。所以说，哦，咱就知道，啊，修的都是不是真的，咱就知道了，啊。所以你看，他得了道了，道法者，他的地主哦，
多多哈侪嘢地主。啊，你有看三盏火灯冇？你看这火灯啊，啊，两仪灯啊，八卦炉前面还有一盏灯啊啊。这个是我们以前老师啊，老师在法会的时候，唔是像今麦这里来对哦。老师讲来，你们给你看看大千世界有多大。结果哈、啊，叫大家拢出去外口哦。你看都在外面了，连黑板都搬到外面去哦。所以你也当了解哈、啊，那最早的时期，我们或者家里是民国啊，这个68年就设坛了，69年就大考啊，所以我们那时候啊，你就知道或者很早就求道啊，所以你要看这啊，较早拢伫外口拢听仙论啊，仙论在，仙论你有看无？仙论在这里啊，济公老师。现身说法，借着女孩子现身说法，那鬼偌济人呢？所以阮拢是先都先传出来呢。啊，你们因为你们以前没有看过这一幕，所以你们哈有点不会相信。啊，我们说真的，我们以前看过这一幕，啊或者本身是抄黑板的，替仙罗抄字的，点来何老师那用一开始，又错了，因为那个音一样啊。道之宗旨，还为逼姐的写老师念出来，但是我们写的不一样啊。老师是往班仙罗那边咯，啊，我乌帮是安尼，老师不要行过哦，错了。我都乌过讲奇怪，啊，你也无看我写，你哪知影错了？我一当然无啥写呢，我一当然留个 T 呢，你知道？啊，到尾啊吼，老师这样，这样错了了，老师就哭一下，错了，老师，后来就开窍了。叫老师肯个开窍了，说真的，我们真的那时候是先有成简出来的，啊，所以在座各位，你们不相信的话，你把时光倒流到前面，啊，因为没有办法，时光没有办法倒流，啊，所以说啊，我们真的很多老一辈的人都是先有成简出来的，啊，来，这个就是泰国哈、啊，泰国啊那个妇女啊喝农药之后，然后要回去了，不能讲话。然后呢，一直比三，啊，人家以为他要求道，点的是没有一个点的是都回台湾了，要过年了，结果怎么样？啊，人怎啊提醒我拜，伊讲唔是啦，我唔是要拜拜，爱提做偶像，伊才讲伊要得到，结果等几点钟嘛，无人迄类啊，所以说啊，从这个当中我们就可以知道啊，好来，所以道就是一条路哈、啊，来，阿兰跨弃天仙啊。弃天仙、马祖、赵子龙，然后很多的哈，这个啊都求道，都想求道，来啊，所以讲遐阿海伯也卖讲啊，哈，阿海伯真正系故事来啊来，因为这讲未了啊，三朝大开普渡啊，所以玉皇大帝哈、啊，这个降下了这个旨啊，求名师子贤官能够升天堂成真啊。天堂升了仙，不枉人间走一回啊，也能够插拔祖先啊。保父母啊，能够升西天啊！来，那修多想调的是啊，银柳姑娘也求到了，韩信将军啊，那以白啊啦，以啥黑东西相守？韩信将军惊伊啥？惊伊这个宝书啊，想无摇啊，所以讲啊，发明了一些赌博啊，所以啊，给他们玩啊，所以韩信将军为了要求到。跪在南明山三十二年，跪到脚拢破的老伙，啊，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啊，天顶一年啊，天顶一天啊，天顶一天，人间一年，所以跪了32天，到最后啊，老师允准他单杠13码啊，嘛求道啊，国姓爷嘛求道啊，这拢啥？这拢有一期啊，拢有一期呢啊，跪了34天。膝盖都破了啊！单杠13码嘛啊！民国66年几月求道啊？10月17号，北杠妈祖啊，抵南明山跪了30天啊！济公和我感动来啊！所以说我们从这个当中就有很多啊来啊，点仙公啊也是一样，他有一样有求道来。你看竹山的哈、啊、连仙公，天上圣母来，天上圣母你们就有讲杠记了的杠啊。济火工厂是名称哦，意思就是讲咱去拜济公活火了啊，所以说啊，
后壁啥？后壁是天上圣母，道传新华献三宝哈，讲个讲清楚。堂前试验受合同，天道名师亲口诀，上苍至宝开玄关，圣道明章红古道，母龙劝化醒众生哈、啊，来，咱看一啊，这足济啊，足济后天软坛拢啥，拢迄落来，咱看一段图，啊，在这里，在这一点。这一点点这一点就好，对，来，你这红，天上圣母，奠定于天上圣母，啊，他写的训文来，因逢无圣诞，特降临此世，敬拜之心诚，鲜花四果现，戒杀生灵命。减轻冤孽缠，敬拜一点心，心诚则灵验，更可减轻罪，又可省开支，不浪费铺张，记下无经篇，广传众生知，并劝众生行，天降真天道，救善男信女，有缘阅此训，寻找有道者，引渡求天道，非缘不可得，有缘拜天然，方可脱轮回，结束贫降临，幻坏佛菩萨，愚知众生名，不知法道求，迷昧求名利，困住自主宰，忙得性黑暗，不知修行理，天道赶快求，天堂有路走，地狱无门闯，害得地狱乱，无奈再扩建十八层地狱，另分无数的大小地狱力，地狱鬼魂们急着想求道，可怜无肉体，天道更难求，嗤笑凡人间，不知其人生，误错此良辰，快快将训宣，遵照无指示，暗中自有助，退嘎了。这里面有一段，天堂有路走，地狱无门闯，害得地狱乱，无奈再扩建。哎，这是天雄幸福高代相海涛法师一定爱度化伊个众生，因为伊个众生拢听伊讲经啊，所以特别降智个，叫伊念个，所以这样你敢骗啊？啊，所以说这个我们就可以了解到啊，真的大道已经普传全世界了啊，我们再不懂得去求道，那真的太可惜，太可惜了啊！所以说啊，你看。天降真天道，救度什么？你看红色的，天降真天道，救度善男女啊！有缘闻此信，有缘闻此信，寻找有道者，引渡求天道，非缘不可得，有缘拜天然，方可脱轮回。也比文来得如安呢？所以我们在座各位，我们就可以知道啊，道是殊胜的。咱也要讲到吼，江苏这篇提出来讲，我这个题目拿去讲，人家都百分之百相信。为什么？因为这一波一波一波拢连续剧，拢接做伙啊，拢接做伙。所以这个题目说真的，为什么今天要特别选这个题目？因为我们都是有的是老班，有的是老的班人，有的是新的班人，对道可能有了解，但是不很深入，所以必须要在这个当中。跟各位再讲清楚一点，我们真的求了道，不进入这个班来修，以后也可怜了。为什么？来，那最近呢、啊，现我们那个现那个光会有一个曾老坛主，那个曾老坛主，伊唔是点书哦，嘛唔是讲书哦，伊干那端住鸟，嘿，你在地上来结缘的时候，因为。结缘点的是才可以结缘呢、啊，但是伊恨你在地奸淫，特别阴准啊，可以结缘。结果伊来结缘的时候，报啥？伊报出他的佛号叫什么？叫善思天仙。
宇宙天顶的啥仙啊，真济人布施地祈庙，布施地和道场，拢是啥，拢做仙的。啊，伊就是布施地地给伊，所以啥做仙。做仙的时阵，来因的因的囡仔嘛真喜个，结果伊就哈孙的啊，囝的啊。阿爸甲你讲，因较早拢叫阿爸。阿爸甲你讲啊，你叫阿爸做逍遥仙哟。因为我们一般都想说，当仙的都很逍遥，对不对？讲唔是呀、啊，阿爸唔是做逍遥仙，阿爸爱招班、爱看班、爱护班，甲恁阿母同款。你看里面他讲这样，要不要去巡班？要哦，做仙等于爱巡班呢。代替仙我，代替老师要把这个道场看好，以后弄来巡呢啊！要不要去护班？要哦，人家有讲课，他也会来护持哦。哦，护班、招班嘛，这里护班，所以伊讲，恁妈妈嘛是安尼啦，恁阿母嘛安尼啦啊，孙的啊，阿公甲你讲啊，你若读五年班哦，无读的爱赶紧去补啦，无时间哦，你后摆你登天顶哦，你会艰苦啦。天顶的法律比人间法律搁较严一百倍啊！啊，你也看伊讲有讲实在无？所以他就奉劝世间的人，没有读班的要赶快去读班。咱即马会使八多幺是不是会使积个功到后面去吃一次再来，对不对？想要上厕所，是不是积个功就可以到后面？请问你到天上敢这样吗？有四大法律如站在前面、后面、旁边呢？伊敢那咧关多差咧多啊，伊就惊死啊！所以天上讲的是天理啊，所以天理，天上讲的是天理啊，它里面不讲什么，天顶讲的是地法，地法，人间讲的是什么？是情法，不一样啊。咱人有感情啊，对不对？啊，我进来，咱干了多心啊，我进来，伊不多要回去，就是这个来了。啊，请问啊，你若天顶上课，你敢不敢呢？你敢不敢讲关圣帝君啊？我肚子饿了，我去吃一碗泡面啊，我再来。天上没有泡面啊，所以讲吼，我们就可以知道吼，立法天上讲的是立法哦，啊，人间讲的是情法哦。所以我们趁这个肉体好好修啊，只要你愿意回来，你的银宝师都会把你当作是宝贝，这样各位了解没有？你的银宝师傅都会把你当作宝贝，因为什么？因为你能够回到佛堂，你的祖先也沾光，他也沾光啊，甚至呢啊，也有很多的护法神护持着我们啊，所以都会改变一切啊，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当中可以了解到，来三朝大开普渡在正六佛堂哦，因都在安坐哦，安坐啊，安坐典礼了啊，红姑去安坐，结果111年5月1日，红姑去安坐，然后呢啊，王爷出巡，王爷出巡哦，结果呢，王爷出巡了，主动要来这个佛堂参拜，来你来看，庚年九月啊，王爷出巡了。有奇功哦，跟老母奇功呢，哈，你看，这不是假的三奇功呢，啊，所以说我们就可以知道，连那连桥、更连桥嘛爱奇功，啊，所以说啊，这你看，你看连那将军顺天路的将军拢请啥拢请出来啊，啊，所以说我们就可以知道啊，因为有老母的佛灯在我们的佛堂，所以只要老母的佛灯在我们佛堂。所有的仙佛都要打帮助到，都有护法神，都有执行官在这个地方。安尼咱今日回来佛堂有安全无？有啦，安全啦，甲你保证啦，真正。这人呢，神都拢要入来参加，个个何况咱人啊啊！所以说，来，这丢什么钱？哎、欸，你来看哦，有啊，要缅甸要无？要日币啊，来。日币，这个是啥？这个是圣德太子，这是日本的太子，日本的太子啊，日本的太子求道啊，
所以说圣德太子求道的时候，他是啊，他古时候是啊，在这个当中非常有德性的一个哈、啊、太子。哎呦，这么变形哈、啊，圣德太子哈、哦，来哦，所以求道有个因缘，他打帮助道啊，500年啊，所以老母特别在这个当中怎么样呢？啊，允准他求道，所以由他日本的人叫啊，烟口生清亮山下。高招点人师引为作为引宝师，所以佛那个因要求道一定爱找因宝师的啊，啊因宝师爱啥要出他的功德会啊，所以讲吼、哦，伊个中间呐，伊讲要度一千人给伊，结果哈、啊，伊求了道了，伊讲我嘛要度一千人行人，所以你看帮助这个道场度一千人求给他，所以老母大典求啊，春季大典啊，这个秋老点师啊。在这个当中、啊、求道求完道之后呢啊，圣德太子啊临坛的时候啊，他就讲啊，你看啊，这不是假的啊。一共啊，银宝师号召千人上岸，功德助力，今也发心度千人回向功德给银宝师。啊，咱做银宝师有尊贵不？真的哦，连仙佛都会这样哦。所以为什么要给银宝师一颗手？因为他是救你的灵性脱出苦海，是你生命中的贵人啊！哦，我们都不知道尊贵，我们都不知道稀有，所以我们才要啊，才要跟你们讲这一段哈、啊。所以说哈、啊，我们呢各宗教里面都谈得非常清楚。所以仙佛才讲：人生难得今已得，中华难生今已生，名师难立今已立，真道难弘今已弘。安有尊贵不？人生有四难都已经变成四容易了、啊、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当中我们要了解到、啊、你看九二一大地震来台中大理我们一间佛堂一间我们佛堂林士兵他们的佛堂整个倒下来后、啊、他在拍照他们的什么拍照他们倒下的那个、就是那个整栋的这个大楼变成一个划船了，哎、啊，这栋，因为公共火场，也家庭火场不安哦，结果完全好好的旁边倒这样，下面倒这样，哎、啊，你多穷，啊，造血就这样，啊，所以这千真万确像一张划船啊，九二一大地震的大显化啊，来，我们到菲律宾求道的时候，办道的时候，观音菩萨我滴甘露水，啊，这不一样呢。这肥啊，滴甘露水，你看滴在这里。哎，那血滴出来，血拢无共款呢。救度众生呢，哎，真正，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啊啊，菲律宾的神父也求道啊，也来求道啊。所以说，你看西喇麦芽山哈、啊，你看也是大地震哦啊。哎，最近不是有一个地方在大地震？日本哈、啊，日本大地震7.6级，对不对？啊、你看，哎、啊，以前也是一样的啊。在尼泊尔大地震，8.1级大地震，8.1级哦，哦，鬼哭神嚎，所以你看的话啊，世界各国派25个救援队，到最后怎么样呢？当场被活埋哦，血奔活埋哦。第二次5月12日在7.4级再一次地震啊，第二波啊，又派5个人当场又被活埋，但你拢做回来了，因为你为了救众生啊，虽然就走了。所以都已经成佛了，啊，所以说我们从这样我们就可以知道啊，你看以这个佛堂啊，你看以这种斗雷哦，啊，很多个地方都倒了啊，唯有他那个地方没有倒啊，唯有他一，哎，我本来无个也那个佛堂也不在，佛堂我有一张哈，所以我们今天在座各位，我们就可以知道，安尼讲到这，这剩上半部，还够有下半部，讲未了。安尼你安尼连续讲安尼听落，你就知影讲道有没有尊贵，好不好？啊，要不要求道了？啊，要不要修道了？啊、简单讲就是安尼尔。所以讲吼，我们今天跟各位结缘，这个题目啊，各位讲师可以拿到外面国外去讲啊，非常好啊。为什么？因为这个都是很真实宝贵的啊，以前啊这个所收集下来的哦、啊。时间的关系啊，我们10分，我们就10分了。啊、没有讲完，就是以后我们有机会再来跟各位结缘，好不好？好，谢谢各位。讲不圆满地方，叩头先的说的慈悲。